你怎么往我这里面扔鞭炮啊？看咱俩谁快！哦，可以拿到枪了！哈哈。哦，他会走过来，他会走过来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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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！Hello， 你们好，又见面了，我是鲤鱼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玩《Granny Three》恐怖奶奶第三代。哇！你在冲哪里开枪，爷爷？是的，这个游戏它竟然又出第三代了，前两代被他们追的都……哦，哇！哎，你看爷爷后面出现了个像贞子一样的人物，他应该就是传闻中这个奶奶的女儿吧？叫什么？叫 Slendrina。 这个游戏很多内容我都快忘了，前两代被他们追的都……前两代被他们追着满地跑，而且第二代貌似还有个结局没有完。总而言之，他出第三代了，我们就先玩玩看。这个女儿是来搞笑的吗？为什么你跟你奶奶颜值差这么大？ OK， 来个简单难度。哎，可以选择爷爷或奶奶，两个一起来吧。哦，小提示，如果你在地板上丢了什么东西呢，奶奶会来，但是爷爷呢耳朵有点背，所以他可能不会来。如果你看见女儿了呢，尽可能快的看向别处。女儿这次也要参加战斗了吗？泰迪熊非常的重要。天哪，这次感觉奶奶的房间好豪华呀。警笛头，让警笛头跟奶奶大战一把。哇，什么鬼？还有桥了。Oh my god！ 直接从正门走吗 ？Welcome！ 哦，嗨，爷爷。拿的是什么？哇哦，这不直接就死了吗？哦，第一天，这爷爷怎么眼睛是白的呢？白内障，被锁住了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撬锁工具，呵呵。啊，现在带这种撬锁动画了。哎，好慢呢。哦，出来了，这什么地方啊？看起来像一个底座，这需要一个挂锁的钥匙 ，padlock key。哇哦，这是监狱吗？哇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他经历了什么？你好啊，伙计。哦，这个我也可以撬的。哎，奶奶会不会来呀？这撬锁有没有声音呢 ？OK， 撬开了。Hello， 这没有什么可搜的呀。哦，爷爷来了！这地方怎么躲呀？这地方怎么躲呀 ？Hi， 可以从这个门沿看向他吗？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No， 你发现不了我。No。这刚开始就结束了，这地下室吗？没有地方躲呀！啊，每次还要撬锁。OK， 哦，那我该……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是他女儿吗？哇哦，哇哦！哎，这游戏现在带这种突然吓你一跳的东西了，简称 jump scare。哇哦，这奶奶房间装修很多呀。这霰弹枪的子弹，我需要霰弹枪，但霰弹枪在爷爷的手上啊，我怎么拿 ？Oh my god！ 哦，这是户外。哇 ，Hello， 你来追我呀！你来追我！哇，他用远程武器了，这么牛的吗？我走位，这样就打不到我了。哇，这爷爷现在是远程攻击啊！呜、哦，哎 ，No！ 快跑快跑！哇！这绕到什么地方了？这是个房子。哎呦，哇哇，转向别处，转向别处。啊，这个视角超难转。我需要一个棚的钥匙才能打开这个小房子。哇，这四周都是河耶。
又是这种断头台，这门怎么开呀？哎呦，哇 ，Hi Granny， 你好奶奶。哦，石头，石头有什么用？车的后备箱，这什么？哦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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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转向转向，哎，转转转，哇，这太难转了吧，这女人太恐怖了，怎么搞啊？完全一头雾水啊，给了我个木头，这里还有个石头，哎，我现在有两个石头了，哇，快搜快搜，这搜东西是不是有声音呢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一会儿他从门后出来，直接就把我给拿下了。奶奶，我看看你的家里面都有什么好东西。Oh no no no！ 哦，这下可好。哎，这怎么办？这爷爷也挺难的，他远程的，我可以砸他吗？跟你绕圈圈，这不是个办法。一会儿奶奶就过来了。Oh my god！哇，没打中我。奶奶在那边，她听不见枪声吗？你看见我也没有关系，我要搜东西。再见了你。哎，但这样一关门，奶奶就会过来吧，因为我发出声响了。我们先上楼上看看吧。哦哦哦，嗨嗨嗨。哇，这个时候她女儿出现，幸亏我眼疾手快。快走快走快走。这什么地方？哦，可以躲到柜子里面，可以躲到柜子里面。啊，根本拿我没办法嘛！哎呦，这下可好，我不敢出去了。这游戏现在变得感觉更难了，可以藏在床下的。哎，这里有个 fuse。哇 ，no no！ 哎，这怎么移啊？这视角。哦哦 ，no no， 哎，这啥呀？直接就又死了。Fuse 是什么？是保险丝吧？这还没走几步啊，又被锁上了。为什么不直接把我这撬锁工具没收呢？嘿嘿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， 他女儿是爆点的吗？啊，我顺利来到三楼了。哦，这里有个火柴。火柴有什么用？这什么？不好使。哦，需要个 fuse， 需要保险丝，这个东西需要保险丝就可以。我们先上来。啊，我们上房顶了。哎，这上面有只乌鸦耶。哎，这下面有个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这还是奶奶的宠物啊！你这次怎么放到烟囱上了？哎呀，他总啄我，他不让我拿。哎，屋顶这里有个木板呢，那我就下去拿呗。火柴的话，我先扔到一个位置。哎，扔东西他们就会跟着这里来是吧 ？OK， 我怎么感觉我走的这么慢呢？这里又有石头啊 ！Oh no！ 这个抽屉搜了吗？哦，这就是那个保险丝啊！奶奶就在这里，她去干嘛了？哦、oh, ，Hello！ 关上吧你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可以躲的地方？有没有可以躲的地方？有没有可以躲的地方？这个要撬，这个门要撬。Oh my god！ 哦，需要个 firewood， 需要个木头，木头是放这里的。我要烧火吗？烧火有什么用呢？这地方好窄呀。这洗手池哎，怎么玻璃都碎掉了？这什么？
哎，冲水的马桶，我冲什么水呀？我有毛病吗？哇，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东西？是让我舒缓心情的吗？哦，嗨，我怎么看不见他的脸？你能凑近一点吗？我在这里来回的转，你看不见我。感觉很多东西都是吸引他注意力的。喂 ，Oh no！ 哈哈，又怎么又绕到这里了？哦、oh, ，Hello， 这有霰弹枪的子弹。这地方根本不怕你，我可以跟你绕啊。唯独担心的是爷爷到时候夹住我。哎，给你弹点钢琴。哦，他放了陷阱哎。啊，正好这地方我可以放木板啊，这样过去。哎，这地方怎么办？哇哦！哎，就有张床，上面有个椰子。这地方好熟悉啊！这桌子上面写着 Five Days， 五天，这不就是 Granny 一代的那个房间吗？我们以前版本的房间，哇，这太有画面感了。我回忆一下，以前的话，我们出来的话是有个门，哎，感觉格局全变了。奶奶，你这个房子大装修了。这椰子有什么用？哦 ，Hello， 你能过来这里吗？你能过来这里吗？嗯，你来呀，他过不来这里，而且很多游戏设定很坑，明明可以跳过去，非要弄个木板。哎，你过来呀，我可以拿东西砸他吗？我，哎 ，sorry， 哎呦，我下来了，奶奶，椰子先扔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先把三楼的保险丝安上啊。Oh my god！ 哟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怎么又有亮闪闪的石头啊？我不能再拿更多的石头了，一次最多只能拿三个，对吗 ？I see you， 你 see 我啥了？你 see 呀、啊？你没看见我，在那吹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哦，爷爷在后面给我一枪，什么鬼啊？哎！天哪！一下子有三个人对付我了，完了我瘸了吧？应该我瘸了。这个房间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哇，这地方又是个死路啊！这不死了吗？我不关门呢，关门会有声音。我这样躲起来行吗？哦，这样是有效的，所以不能关门，关门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们偷偷看啊，奶奶应该走了，我先拿我木头吧。哦，然后有火柴，我们就可以烧火。啊，哎，这个视角怎么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咋玩啊？我先把门关上。Oh my。哦，椰子是放到断头台的。啊，终于获得一个道具了 ，safe key， 保险库的钥匙。保险库在什么位置？爷爷能踩中奶奶的陷阱吗？这个不太清楚。哎，这样会被发现的吧？完了。你好啊，爷爷。我是葫芦娃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走了，傻子，总在楼上啊！我想去楼上，先把保险丝安上再说。嘿嘿，好了 ，gate 门 ，what？ 没有电力，我需要电力，我上哪儿整电去啊？你这房子都不通电的。Oh no！我想偷爷爷的霰弹枪啊，是不是要在他背后偷才可以啊？他人呢？我现在要找你啊！啊，这是保险库，这怎么把保险库弄到你家墙柱上了 ？Oh my god！ 怎么这个时候女儿出来了？
哇，两个人一起遇见我，这什么概率？哎，快快快进！哦，还好你们在门口，就没有发现我。每次我一逃跑完，就给我放个夹子。哎，刚才爷爷是不是把枪立在那儿了？哦，所以他是会休息的，对吗？这个房顶上有洞，我们可以下去。哦，这是轮椅。哎，这什么东西一直没摁？哦，是电梯，我可以搭电梯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不想坐。啊，它就是停到这个楼层。这是婴儿床，哎，老旧的婴儿床。这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我们刚刚搭木板的地方在墙的另一边。Oh no！ 我还能再坐电梯走吗？哎，不对，这东西不用电吗？哇！自己选择在哪个楼层下车。Oh no！ 我以为他会一直往前走的，怎么我一出来他就朝后走了？我第五天最后一天，反正都第五天了，我就放心大胆的干吧。这撬锁的速度越来越快呀，正好看看那个死亡的处决画面是什么样的。啊！哦 ，Hello， 把我关到车里了。啊，他有眼睛啊，爷爷。哎，你怎么往我这里面扔鞭炮啊？自己都被炸飞了。哎，这个结局是搞笑的吗 ？Game over。自己都被炸飞了。我们撬完锁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出去，不从那边走，从楼梯容易撞到他们。哇，这奶奶家这墙纸都翻新了，但感觉还是很老旧。哦，哎，这次椰子在这个位置了，看起来有什么东西在。我的 ，Oh my god！ 啊，我没看见他呀，这怎么爷爷一开始在户外溜达了？啊，怎么这样？我又回来了。哎呦妈呀！哎呀，你想吓我没门？有东西吗？没有就走。快走，这个现在能按吗？哦，可以按的。这声音太大了，这声音绝对会招来他们。还会是保险库的钥匙吗？哦，哎，这不是武器库的钥匙。Hello， 武器库在什么位置？ Oh no！滚！武器库的钥匙。Oh my god! Oh my god！ 又第四天了啊！天哪！啊！这是武器库。哦，弹弓。哦，哎呀！我们好像要用石头打，所以我们要去找石头。哇，这小乌鸦不要再啄我了好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，它脚下的车里面貌似也有东西。哎，这次木头在这里了，它这位置总换呢。拿木头。哎呦，我的弹弓啊，扔下去。哎呦，正好奶奶过来了。哎呦，他会抬头看我的，哈哈。哦，啊，石头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先不讲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俩人对付我。 Hello。 哇，两分三十秒，
它会消失两分三十秒，对吗？车里面有个泰迪熊，哎 ，Oh my！ 别，我求你，别这个时候。谁发现我了？看咱俩谁快！哦，可以拿到枪了，哈哈！哇哦，酷哦！车里面好像有个霰弹枪子弹呢，一支枪能装几发？哦，一支枪只能装两发。哦，这次出现个 shed key 在水池这里，就是外面的那个棚屋，很好哎，我们可以打开那个棚屋瞧一瞧了。哇，太棒了！小屋里面有什么？有些东西丢了，不能启动发电机，这是发电用的。哦，这次木板在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火柴居然被关在了仓库里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女儿真的神出鬼没。那上面是霰弹枪，哎，其实我可以用这个声响来勾引他们吧，对吧？来，你们朝这边走。我好绕到那头，木头在什么位置啊？木头在这里，再捡点小石头。哎，我可以再打他们呢，对吧？我先把火柴扔到这地方。哎，正好你来了，来揍你吧。Hello， 又晕了吧？这怎么冒金星的特效啊？锅炉房在哪里来着？锅炉房是这里。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哦，再见，我可以回去拿武器的，我不怕你的。还在晕呢？这晕的时间这么长吗？哇哇哇哇 ！No no no！ 砰、啊！应该是按我这个键位设置的，不是左键发射。我今天就要看看那地方着火会发生什么，然后我再去送死。OK。先拿起我们的武器。啊，刚才就是个女儿助攻了一下，要不然她哪有机会啊。我懂了，我们把泰迪熊放进那个摇篮里，这女儿是不是就消失了？就像前几代一样会出现一个画面，应该是这样。哦，她拿回她的枪了，这怎么这样？嘿，没用的，怎么拿弹弓打爷爷，爷爷就直接倒下。奶奶在哪儿呢？你看，想找他，他不出来了，这不打他，心里很慌。求求你不要再……哎，我蠢死的，我绝对是蠢死的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看看新的处决动画，它有很多处决的。Oh no， 这次换爷爷你了吗？No！ 这穿模了吗？那河里面是有个鳄鱼吗？哎，他养的宠物都还在呀、啊。那他以前那个蜘蛛呢？我现在只看见了乌鸦跟这个鳄鱼。Day one， 我又来了。每一次的进展都比前一次能多一点。Oh my god！ 你看，你看，他来了。这怎么办？这不完了吗？这个心跳声貌似是拿到小熊就会有。No！ 你怎么变红眼睛了？啊，我才想起来，貌似是拿到小熊之后，这个奶奶就会全屏追踪嘛，莽就完事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时间来吧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桥的转轮。这东西有什么用吗？哦哦 ，no no no， 掩体掩体掩体啊！我在拿小熊。哦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对不起，我丢你！妈呀，在这地方放夹子，这么不道德，关门吧你！哎，我可以拿小熊坐电梯啊。你 see me，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怎么随地来？
只要我速度够快，你就追不上我。Oh my god， 爷爷爷爷爷爷，拿泰迪就走。哎，没打中我。哎，这下好了。Oh my god， 好像他们狂暴了。Oh no。哎，坐电梯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这哪里？轮椅的地方啊？婴儿车？对，就这里。Hello， 上面怎么有花瓶啊？哎，那边有花瓶哎。啊，女儿消失了，也会给我个钥匙 ，Padlock key。挂锁钥匙就是我们地下室的那个钥匙。这个经典的画面我好几代都看过了。地下室究竟有什么呢？啊，我想看一下有什么。开枪啊你 ！OK OK， 快走快走快走，快带我走！电梯，他会把我压死的吧？哦，打开了。哎。这什么都没有啊，难道说要两边摆上什么东西才能激活吗？天哪，哦，就是那两个花瓶吗？花瓶需要用武器打下来啊，这样我觉得脉络有点清晰了。还会有新的处决动画吗？啊，就两个处决动画嘛。OK，终于可以看看着火什么样了。哦，他那个乌鸦是在烟囱上面的，就把乌鸦给熏跑了，对吗？不是，爷爷，你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上去 ？Oh my god! Hello, hello. 对，电梯啊，我总忘电梯，这东西好用啊。他在上面还是下面啊？哎！这多好啊，跟观光车一样。这里就是我家了，你们赶紧出去吧。我都不想出去，你看这一出去就碰见这老头，非得在这待着是干啥呀？你瞅啥呢？这都不好使的东西，你老年痴呆了吗？他好像耳朵是有点不好使，我在他后面都看不见。那个奶奶就很，哎，不对，我不是烧火了吗？可能跟我刚才死过有关，死过就不算了。这次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个烟囱应该是有变化。你看都冒烟了，哇，给这个鸟给烫走了，屁股烫冒烟了。哇，这是棚的钥匙，每次给道具不一样。OK， 我们去开。从这么高掉下去也会死。哦，一个装满水的桶，这应该也是可以用的，要不然它不会标识。哎，我到河里面会怎样？哇哇哇！鳄鱼，我看见它了。这么巧吗？我在哪个位置下河，它就会在什么地方。这上面有花瓶的标识，然后上面像水滴一样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用花瓶装水放在上面嘛。那么现在思路基本上，我都齐了。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处决画面吧。还有什么处决画面？哎，鳄鱼呢？哦，它会走过来，它会走过来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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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后面那个门应该就是最上面发电机和保险丝控制的装置。困难模式的话，可能还会增加一堆的东西吧。我宁可让小鳄鱼咬我。困难模式可能会多上几道锁之类的。这次为什么奶奶就在后面呆呆的看着？哎，这次鳄鱼没穿模呀，我看到这个鳄鱼了。哇哦！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这个 Granny 3就先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把它。哎呦，你好啊，我们下期就把它通关吧。那么非常感谢的收看，下期视频。我还会遇见你，记住每天保持微笑。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.